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4634.16 万剂次。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11月6日通报，截至2021年11月5日，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4634.16 万剂次，累计接种2072.48 万人。